赏樱花历险记。小乖，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有啊，我们全家要去赏樱花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爸爸刚好负责开赏樱公车，要不要一起来的？7点准时出发，很方便哦。赏樱公车？不要不要，我才不想跟大家挤来挤去呢，我爸会开小白去哦。可是我爸爸说那边路不好走，而且可能会塞车哦。放心啦，我爸爸开车技术很好，车上还装 GPS， 不怕迷路。不然我们来比赛好了，看是你爸爸的赏樱公车先到，还是我爸爸的小白先到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明天樱花树下见咯。拜拜。拜。周末预计为赏樱高峰期，为避免车潮拥挤，请大家多利用赏樱公车等大众交通工具。那是小光的爸爸哎，小光说周末他爸爸会开赏樱公车哦。赏樱公车看起来很不错哎，而且司机又是小光爸爸，我们明天就搭赏樱公车吧。不用了，搭什么赏樱公车，开小白去比较快啦。对啊，而且我已经跟小光说要比赛看谁先到哎。什么比赛？那一定不能输。小光有没有说他们几点出发呀？好像是7点。7点啊，好，那我们就5点出发。啊，小乖，起床了，我准备出发去看樱花了。才4点半，人家还想睡觉嘛。哈哈，我们这么早出门，一定会比那个赏樱公车更早到。怎么这么吵啊？现在几点了？7点了，怎么开这么久还没到啊？按什么喇叭？你干嘛提着不走啊？啊！大家都走不动了，你有点耐心可不可以啊？那吵什么吵啊？怎么走？前面不走我也没办法呀。大家都走不动嘛，你有点耐心可不可以？你挡在那边，大家要怎么走啊？吵什么吵啊？烦死了，到底还要塞多久啊？没关系，我来启动 GPS， 看看附近有没有捷径。请回转，往前方行驶200公尺后右转。耶，有哎！爸爸，那边有一条路哎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走那条。耶，好哎！好棒哦，都没有车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哈哈，一点也没错。啊，糟了。不会吧，车子没油了。快点上车吧，还有位子哦。该问啊，该问啊。耶，好了，小乖，你爸爸的小白呢？他罢工了啦，这次比赛先不算哦。
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机车或是汽车代步，大家也都习惯这样的便利性。但是在有些城市，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其实要比自己骑车、开车还要省钱省时哦。下次出门旅行时，可以请爸爸妈妈选择像是公车、客运、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，不但可以省去塞车的痛苦，还可以悠闲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，让旅途更充实、更愉快哦。